天练六个小时，上去下去的感觉会好。对，手抬高一点，对，抬高一点。其实我还记得小时候学的一些基础功，三岁的时候爸爸教我打飞手鼓，觉得打拍子很好玩。到了八岁才自己可以去音乐教室那边上课，学了一阵子之后发现鼓又大，家里放不下，然后又贵。感谢这一次这个广告可以让我重新那个燃烧对打鼓的热爱。其实我私底下是一个很活泼的人，我很爱创作写歌，然后我也很爱打电动，看电影也是我最爱的之一。